任来培养人才。学校也许是比较处于呢一般性的学这个理论性的这种培育，但是呢在产业界呢它就可能是比较实质性的培育。那这个部分可能呢师傅或者是老师傅呢就可能要负起培育的责任。那另外如果有一些呢可能还是在学校里面培养，但是呢它是比较属于实用性的，那也许呢业界会派呢业师到学校里面来做培育。那等到毕业的时候呢，就是由业界跟学校共同来检验这个学生的能力，如果达到这个能力的这个学生的话，就到呢产业界去做服务。这种客制化的培训或者是在大陆这个订单的培训呢，在台湾应该要逐步去推动。所以你刚刚提到这个养猪的人才部分，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可以帮你介绍，不管是台大或者是中兴或者是屏东科大。那也许呢我们因为人才需求比较快呢，可能没有办法说四年来培育，也许我们从呢三年级的同学开始来做这个订单的培训，那也许呢就是能够在两年之内就有好一点的人才可以使用。但是呢有一些我们现在已经毕业的同学，也许我们现在也可以做一些跟我们这个所谓的双轨制师徒制这种方式呢再做一点培训，那在短期之内可能有需要的人才。如果您需要的话呢，待会我们在吃便当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讨论啊。那当然这个整个人才的培育在农业方面呢，不像我们在这个一般技职教育体系里面呢对这个工业类或者说服务业的人才这样的这个重视，因为他所需要的人才还是比较少数。但是我们看到最近呢我们开始针对师徒制在农业的人才培育，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端。但是我自己的感受是在未来人才的培育，不管是在学校体系或者是在产业里面做培训呢，最重要是要对多功能的能力的农民的培训呢是非常重要的。像刚刚提到说比如说这个产销的问题，像很多的农民呢，你现在说啊你市场我们资讯都非常开放，那你自己可以去看，不会有菜虫或者是果虫的问题。但是呢这些现在尤其是老农，他除了生产之外，他对资讯的部分他根本没有办法掌握，对通路的部分没有办法掌握，他甚至于没有行销的概念，那当然呢他会受到这些呢这个菜虫或者是果农的这种掌控。所以因此在未来新农民呢，他应该不是只有他专业的领域的能力而已，他应该是多功能的能力呢都必须要培养，那么才能够符合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上的需求。所以能够在农业开始针对着双轨制师徒制呢开始做构思，甚至于在未来呢可能局部呢推动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对我们台湾的整个农业的发展呢应该会有一个新的一个面貌。那今天各位呢提供了非常多宝贵的意见，我想我们都会把各位的意见呢容纳到我们整个报告里面来。那在今天下午我们研究论坛的时候呢，我们大家都来讨论。很抱歉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已经超过20分钟，那所以我们可能必须要就此打住，那是不是我们学校的再把它做一个 ending 好不好？好，谢谢。我想我们杨部长已经做了杨校长已经做了这个 ending 哈。那这个事实上当然包括农委会啦哈，还有这个农民协院哈，农信单位哈也做了很多的事情哈。不过我想整体上大环境还有这个智库的规划的层面哈，也需要还需要我们今天在这边产官学界哈大家一起来努力哈来推动哈，才有更好的一个愿景。那我刚刚在昨天有发现哈，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有一个农信单位有一个这个资讯平台哈，叫抢先机哈，在 APP 上面，这是一个免费可以 download 的哈，这个提供农产的各项资讯哈，我想这是增加这个农产品的销售哈，这个能够减少通路上的这些障碍哈。不过上面倒是没有办法看到农业人才哈这一方面的资讯哈，所以这个部分也是我们今天重要的议题啊，怎么来加强农业人才的一个培训啊。那大家所提供的宝贵意见啊，我们会再做整理哈，那给我们这个主办单位来做参考。再次感谢大家，也谢谢几位评论主持人，谢谢，谢谢。再次谢谢我们两位校长，还有各位语坛人的参与，还有我们现场各位贵宾。那接下来的时间是不是就进入到我们的午餐时间？那我们的午餐呢准备在外面请大家可以过去取用，那在现场的这个地方呢都可以使用午餐。好，那我们请大家呢在下午的一
点钟呢准时。好，我们下午场的时间是下午一点钟，那主题是我们的职场创新，好，请大家准时回来，谢谢。真正部长的时候，我们是部长。哦，是啊。哦，我们郭总统他们有这个，见得就是我们，好久的。好，注意看，我在看这个，因为我在想，这个我觉得台湾人，好，可以打，我有没搞忘。好，没事了啊。叫，如果给我，当然就是有，但是我觉得一般人。
现在在佛国大学呢。糯米田。我们去大业啊，当评鉴的长官嘛。我都跟你同场，你都先走了。Thank you.